在一漂亮建案的一楼，里面有着 Tiffany 蓝的下午茶饮品，地点奶盖茶、水果茶、明茶、冰沙茶食都有，平日下午来生意好好，沿着华美西街过来，其实已经接近文心路这边了，附近就有一处收费停车场，靠近元金小六锅贴 Free Drink 法系小女孩饮品，地址台中市西屯区华美西街二段349号，电话0423160955，营业时间11点到23点，公休日星期一。 Free Drink FB 请按我按门口装置艺术，好特别，是狗狗也不是抽象概念的雕塑品，甜点是 Glock Bakery 手作甜点工作室他们家的，这样也不错，稳定度高的店家，不怕客人踩雷，满多女生喝下午茶习惯点杯饮料加甜点，这几年陆续有跟甜点店合作的店家，想 TTOTTO Cafe 就是跟序曲的甜点合作，花生塔165美元，花生很多很浓郁，吃来很有层次感，是好吃的，上面馅料是我弄到的，为了要将粘太紧的塑胶纸圈撕开，有一点贡糖的甜度跟味道，价格方面看个人接受度，挑的芝士火龙果70美元，但火龙果冰沙上面加了奶盖，这样喝起来还蛮搭的耶，不会甜腻，这甜点的两样表现都不错，附近商圈比较少往美风下午茶店家到附近吃饭，可以顺路过来去摊喝果汁 Tilda 跟大理石纹桌拍一张 Tilda 蓝色骑士 IGBLU119CHESE